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平安。在我们这个快乐的星期天，让我们用快乐的心情来敬拜我们这位神圣的神，请大家一起起立，来一起来欢欣鼓舞为我们的主敬拜。你是神圣的神，全球同时向往我，下眼看见精灵的遗迹，在里面有不可的启示。
稣，你总是在困难中帮助我们，在快乐中与我们同在。你曾赐下不变的应许。Thank you.